生的请一边，养的较大天。你母。你哦，我考虑真久，我想要将头路辞掉，离开这个所在。我对宝东已经是完全死心了。我打算要来台北，重新过生活。哎呦，敢若要重新过生活，但只嘛是会当啊，哪得爱去台北这尼啊远啦？甲宝东的代志，早晚大家拢会知影。我想，我还是离开这较好。唔爱啦，莫去台北啦，你人也无熟啊，而且遐尼啊远，谁照顾你啦？我早晚把迄乌家己照顾家己，这一切拢爱怪我。对爱情抱着太大的幻想，才会走到今仔日的地步。你甲家己一定要离开故乡。不会啦，春香，我不爱你去台北啦，你也去，阮来做唔甘的。不会啦，你哦，春香，莫去啦。哎，主管，啊，行啦，行啦。哎，来。你这是啥物意思？哎，无啥物啦，啊，都大长来交代啦。过节吼，啊，大家食一下甜的啦。哦。啊，慰劳慰劳啦，啊，平常时大家太辛苦。嗯。来来来来来，食水果食水果，好好来，大家食水果食水果，来来来。来，停下先。啊。哎，等下甲迄个同事讲，叫唔免这么客气啦。这应该应该啦。那呢，代替我甲水姐多谢者。哦，好，啊，无我来走吼。啊，我先去嘞吼。啊，顺家顺家。来来，大家请，大家请，大家请。顺家，食水果。当老板送来物件，我绝对无要食。有喏，顺聪啊，啊，你水果食是啥物货啊？你敢无了解食人物件歹做代志？那呢，以后我缀货啊、订货代志，是毋是能够再去对查？顺聪。那你安尼讲，无拢卖食。好啊，啊无你将我这份分落大家食。我村长，村长，村长，伊到底是安怎嘞？哦，村长迄种性格哦，我临时袂食。主管，啊无麻烦你这分落大家食好无？这。来来来，食水果，食水果，食水果。沈强，沈强，你走这么紧，我见你拢袂着。沈强，你啥物你生气是无？无啦，我只是心情无好，你先回去，我想要一个人行行。沈强，你有啥物无欢喜，你着讲出来，
无听到，我会当甲你斗相共啊。我的代志，你无法度甲我斗相共。你莫将代志握在心肝底，好无？敢讲咱毋是朋友是无？顺畅，你是毋是为了派出所的代志，还搁在生气？是又搁安怎？你莫管恁娘坐闲啊，舒服。重新开始，对我将囡仔带掉迄天，我就只有一个，爱将这所有一切拢放袂记，无论几时几刻，我可以为着过去的天真感到伤心。阿公，我袂阁再向你讲啊啦。希望你在台北，真是会当找到你的幸福。过这好的日子，我已经看清，无同这个浪子。我若走了，一定会去追求伊。你家己爱较小心注意咧。伊这个人对查某囡仔绝对袂真心的。哦，我知影。我爱注意，我不会来遐济。我去台东，找到住的所在了。我下班跟你联络。你不要笑啊！你今天是要离开这？假使哪会当人，有啥物人愿意离开家己的故乡？阿婆，你这个伤心的所在，我是一天拢带袂落去。亲娘，伫外口不必担厝过，舒舒行行，拢得爱靠家己，恁得爱较保重。
总是有人利用特权来关税、来送礼，甚至影响到我执行公务。我是来看袂惯是。这就是社会，你何必要这么受气，拍坏家己的身体？我认为做警察的责任，就是将歹人抓起来。我无想要甲因两败为奸。你做工作必须要甲大家和平相处，安尼工作唔才当顺利。是安怎这个社会这么复杂？我想要做一个好警察，敢遐尼啊困难是？我知影你是一个有理想的少年人，也毋过做代志的方法，这个年头做人是真重要。人情世故，你袂当完全无差的啊！你这是什么讲法？我根本就听无。你因为还阁少年，做代志太有原则，所以你做啥物代志拢袂顺心。你的心肝内总是有一挂挫折感，你想看卖，安尼你做代志敢会顺心嘞？好，差不多啦。你唔通干那顾胃啊！身体嘛是爱顾呢。我猜啦，多谢阿母。你哦，冰箱内底有二条汤啦，阿要食你较来食。未晓啊，你无听到阿母在甲你讲心，叫你去食二条汤，你若唔食，无你嘛甲应者，你迄是啥物态度嘛？我知啦，我咪臭的人啊，家暴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你哪有这虾啊？你哪有这虾啊？姐啊，姐啊，我知你上爱食咸汤的咸哦，创何你食？食食食，规工就知影通食，无怪食到这大块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以后你若搁叫我姐，我就甲你扇落。姐啊，嗯，是安怎啦？你搁做咧袂顺啦？哎，你管，老是的，较甜的较无肉的。你今仔日哦，应该受到啥物刺激哦，莫搁惹伊啊啦！我知啦，搁较顺畅个哦，小拍停，今仔哦脑筋小块小度着啦。哎，老师，啊你来阮家要创啥？哦，我知啦，你要来阮家对无？老师，啊，我再讲一遍。你都非常慢，都要问问到来哦。哎呦，老师，你是在讲什么啦？哎是。阿母啊，啊伊个叫吼新田来啦，啊是我甲美华吼工厂的同事啦，啊吼，摕着美华啦。你莫乌白讲啦，俊贤，来来来，来恁坐啦。多谢，阿母，歹势哦，无啥期待。哎呦，唔通安尼讲啦，啊今日甲阮老师甲美华是一人店的同事，啊若有闲，快就来啊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老师，你停一杯茶。好好好。我是讲吼，要请你约我去佚佗，唔知阿母你会答应无？你实在礼数足够哦！啊，恁少年人，恁若要去佚佗，恁就去佚佗啊！看要约要去无讲？美玉，我是讲吼，要请你去唱 KTV 店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不爱去啦！你来阮家要创哦，你转去啦！美娇，你是安怎会用对人客安尼讲话嘞？伊是我的朋友，我爱安怎对待伊就安怎对待伊，爱你管。我是你的大兄嘞，你是安怎会用这款态度对我讲话？搁再讲，天来我嘛有熟识啊，你安尼做，未免让人伤过无面子。安怎？袂使哦，上计袂晓选时间，逐遍拢要伫我心情不好的时阵来找我，应该啊。你这么无教育，阿母也要你甲伊教死啊！你有讲骂我？你逐遍拢用骂，逐遍拢用骂，怎样？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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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歹势，目屎擦擦嘞，较早转去啦，靠面啦。是咱错误，是天怨妒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，苦情写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妈，你通上只油料去啦。恁问在这吼，即摆袂用个食伤油啦。哇，这土鸡若炖起来哦，顶头这实在是有够油。你对文在这啊，啥有够好个？恁文在这人吼，遮尔少年就得到这款病，心情足歹，那像恁若同款，需要人甲关心。那要看清点。清点哦，透早就去上班啦。我顺畅。我去拿去便宜吼。好，无妈，你慢慢仔行。咪哟啊，咪哟啊，咪哟啊，较紧的啦，淡仔乱乱说，等下又搁袂赴啊啦。好啦好啦，这毋是得行的啦。好啦，来，行行行。老师，哈，今仔咪哟，我来送。哈，歹势，目屎擦擦的。阿母甲我交代，送咪哟啊吼，是我的权利，而且哦，搁叫我顾安。无的啦，我今仔唔爱互你送啦，我今仔要顺畅遐送。哈，老师。我咧做啥物工过？啊，警察啊！啊，我是恁啥物人？啊，大兄啊！我咧做警察，又搁是你的大兄，我送米局，你有啥物通啊袂放心的咧？米局，咱行。哈，哎，你行。还是看到什么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我看到你甲金丹两个行做伙了。安尼你也咧笑？恁两个有讲有笑，袂像咱这亲密嘞。是因为我拄仔工课上，两个无爽快，伊也拄仔来找我，我哪行哪到，你也莫想安怎。你工课上有啥物无爽快的？你会当甲我讲啊，是安怎知影甲伊讲？你也无好，你安尼叫我以后是袂当做代志。我是以后拢用每一个查某囡仔交代，敢袂当讲半句话。我也无安尼讲啊。这警察是真威，希望你会当了解，我会当专心去工作。好，上班。讲来讲去，应该是我不对。先生是咯，阿弟。袂啦，医生讲你进步真紧嘞，只要你安心啊养病，莫乌白心，自然就会好起来哈。我来食。等下再搁食。若是波动，就急死。想着我几百岁。哎呦，你袂用安尼先生气啦。囡仔饲大汉，自然有因的想法。子孙自有子孙福，宝堂有宝堂的意见，你莫甲伊管遐尼严啦。啊，不过伊都参照一只野马同款，只那野鼠生飞。搁较安那歹，也是你生的啊。你甲伊生气，早晚嘛是会原谅伊。想互伊开啦，时代变安尼，你安尼定定替伊生气吼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气死。我你啉一点仔滚水吼，无滚水啊，我来倒吼。
小柱，你看我眼有较好好。阿爸，是我啦。谢不孝顺。你要给他你，你靠，阿你。阿爸，来啦。别怒啊，我阿妹老阿妹弟呀。这。阿爸，是你啦。我知我唔对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别来遮讲些好听话，我是袂原谅你。是你啦，甲你气到安尼，我实在是对你真袂当过。也毋过我毋是刁工要激你的啦。有你这种条，我恨无你甲你拍死，滚！阿爸，慢啦，你看。我都还袂甲你记过，啊！你手就拖到安尼，啊！我若真正甲你记过，啊！你若把你拖起来，我要是要找什么人忏悔啦？啊！你我会后悔一世人诶！这确实，我让你气死！你大爷，不管安怎，你来管你，阿爸，冲！下！好啦，下！我下，我下，下！我下，我坐车啦。我知啦，要千错万错吼。拢是我的不对啦，我也未少岁啊，也应该家己较会晓想呢。我手大啦，我以后绝对袂搁遮咧生气啊。我会好好拍拼，我会好好做一番事业啦，吼。这老东西，徛无徛上，坐无坐在，啊一个脚骨遐扭来扭去，你会出头，我唔着。阿爸，啊当你家己毋是？一个手啊，安尼害嘞害嘞！